唔少人中意私人参建嘅居屋，价格相宜之外，单位间隔实用，而且布局亦相对多变化。位于大埔嘅新兴花园就系其中之一。一共有五座嘅新兴花园，供应约1460个两房或者三房嘅单位，实用面积由400几至500几平方尺，单位不设窗台，厅房间隔实用，迎合小型家庭或者上车客，二手市场不乏承接。新兴花园喺1986年入伙，单位主要望楼景，屋苑设有休憩用地、比邻富善体育馆、沿线公园同埋大埔海滨公园。屋苑商场有超市同埋餐厅，亦可经行人天桥通往隔篱嘅大型商场大埔超级城，包罗万有。屋苑对出嘅南运路设有巴士中途站，提供前往大埔墟站、荃湾、上环、天后同埋湾仔等地嘅巴士路线。